主人的灵运行在这里，来触摸我们，将那圣灵的火点燃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坛上常常有火，让我们的敬拜昼夜不息地在你的施恩座前。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愿你更多的运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得胜，感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再次来共读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读一次，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主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我同在。主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站在我面前。主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我同在。主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我要刚强壮胆，因为我要得地为业。是的，主啊，我要刚强壮胆，因为我要承受那地为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要刚强，我要大大的壮胆，谨守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是的，主啊，让我在你面前不要偏离左右，使我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好，我们一起开口用这个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宣告神在2016年要把他的丰富的恩典产业要赐给我们。我们要为着教会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耶稣，我谢谢你，我宣告，是的，主啊，在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站立在我的面前。是的，耶稣，是的，我的神啊，你怎样与摩西同在，你今天晚上，你从今天开始的每一时每一刻，也照样与我同在。是的，主啊，你应许，你不撇下我。是的，主啊，你也不丢弃我，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今天晚上，让我的心与你对齐，愿主你的火点燃在我的心中。主啊，是的，主耶稣，我靠着你大大的刚强壮胆，因为主，我要承受土地为业，我要承受丰盛的产业为业。是的，主耶稣，我们的教会也要在明年的当中为你来得地为业。这主，我们宣告，这个文创中心就是神你要赐福在我们教会的产业。主啊，兴起，主啊，兴起！今天晚上，让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被你点燃，他们都要兴起发光。是的，主啊，他们要大大的兴起发光。是的，主啊，让他们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代。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教会同在。主啊，求你赐下可以的灵，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赐下一个更大的复兴。主啊，当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敬拜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你要大大的运行，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因着合一带下更大的丰盛，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城市的当中。是的，耶稣，我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我要口要充满你的话语，我们都要遵守你的律法跟诫命，
不偏离左右，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心与你对齐，我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接着主，我们要宣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可以亨通，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一切的丰富尊荣在你。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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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扬声来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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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颂赞美耶和华，伟大奇妙神，将荣耀能力都归给他，唯有他配得。我要称颂，我要称颂赞美耶和华，伟大奇妙神，将荣耀能力都归给他，唯有他配得。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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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将红海中中间分开，蓝白星过来，虽有千万追兵在身后，都沉在海中。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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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扬起声音，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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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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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哈利路。是的，耶稣，是的，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说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今天晚上借着你，我们都要来到父你的面前来。是的，耶稣，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我们要行走在这样的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生命要充满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记得主啊，我们的生命要有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要借着你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要唤醒更多世上的灵魂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举起手呼求耶稣。是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在这里单单的敬拜你。
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就要单单的赞美你。主啊，在2014年、2015年当中，谢谢主的带领。主啊，主经过多少风暴，经过多少试炼，主啊，你的爱永不改变。主啊，我们站在这边向你歌颂赞美的时候，是何等的恩典，献上感恩在神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起来说，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伸缩中，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见你荣耀，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宣告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主啊，我在圣所中，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里，我可想你。在宣告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里，我心切不离。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宣告，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再次大声宣告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在干旱的荒芜之地，我很想你。Amen. 你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在干旱的荒芜之地，我心圣所中要赞扬你的荣耀，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Amen. 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的想你。Hallelujah. 你是我的神，我要天天寻求你。
神，我要切切祈求你。Amen。在大海平方无水底， hey！ 我只想你。Amen， Amen。你是我的神。请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在圣所要瞻仰你的荣耀，我们在圣所中要瞻仰你的能力。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再次呼求你名说，我要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阿门，好不好？再举起手呼求耶稣。耶稣，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耶稣，圣洁公义的救主。借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肩并同光，我以心灵真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肩并同观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耶稣的爱，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光我的心来敬拜你，主啊，用生命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我们心中呐喊着，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来到，主啊，我们需要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好了，这是呼求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哈利路亚，呼求耶稣，主啊，我们用生命摆在你面前，献上火祭，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自己摆在神面前，呼求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我们就呼求你，主啊，呼求你名，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有能力的。说你是你名是有恩典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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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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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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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举起我们心，阿门，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我们生命回应他，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静静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静静地静
神 ，Amen， Amen， Am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让我们将我们心摆在你面前，求你原谅我们心意。主啊，我们愿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荣耀呼召，呼召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心跟随你，我们要跟随耶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中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再宣告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意，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耶稣，耶稣，一生一意，我主荣耀的神你我出荣耀的舞蹈，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将说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耶稣，耶稣，一生一
情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Amen, amen.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Hallelujah.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义，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吧，咱宣告说。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耶和华，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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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一生一义在乎于你。你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得到多少。主，我们一心一意在追求你，我们要快跑跟随你，因为一生的祝福在于你，一生的恩典在于你。哈利路亚，一起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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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我们相信2015过去了，是恩典中过去。我们相信在2016当中，我们要喜悦中过去。哈利路亚，迎接喜悦。哈利路亚，因为神是喜悦的神，神是喜乐的神。我们再次欢呼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灵再次再次与我同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再次高举你的手说，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神啊，这是我们的护照，我们要得到荣耀护照，我们要快跑跟随你。Amen， 开始唱神。Amen。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何等荣耀事要临到我们当中，何等荣耀事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事要神奇的事要发生在我是2016年当中。Amen， Amen， Amen， 哈利路亚 ，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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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请向隔壁的人请安一下，愿主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大概在40分钟之后就要送别了2015年，我们要走向2016，好像很快，一年的速度，总是比一年还快，真是感恩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确看到整个教会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在我们的当中，
也看到爱主的人也不断增加在我们的当中，也看到各位的脸呢、常常是敞开的，不是捆绑的。我看到各位走在神的恩典当中都是被祝福的，也看到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2015年的确是个非常祝福的一年？的确世界的经济非常的不好，可是我发现到基督徒的经济是非常的好。我们的去年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奉献比2014好太多了。然后我们还从来没有讲过奉献，也没有逼迫各位奉献，但是各位呢就是很主动的走在这条奉献的道路的上面。未来一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一直期待着各位走向心灵的里头，不要走在形式的当中。我一直期待着各位活着是以心灵跟神有一个好的交通，而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形式的里面。今天很可怕的是，我们常常会活在一个宗教的外表没有内在的敬虔。今天晚上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谈到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隆重有一个敞开小组他跟我谈到一个问题，他说他上个礼拜回到乡下，然后听到了一个阿嬷跟他讲耶稣的见证这个是一个老师，他没有信主那个阿嬷跟他讲了见证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好奇，所以他就回到家里跟他的爸爸妈妈说话。他的爸爸妈妈是个退休的老师，他本身这个老师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也就是他已经50几岁了，爸爸已经70、80岁了。但这个50几岁的人跟这70、80岁的人讲到耶稣的时候呢，这个70、80岁的人就马上就拒绝了什么耶稣基督，说你的如果信了耶稣之后呢，公阿妈被掐一堆，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吗？那我发现到我们都走在这种宗教的里头，基督教很喜欢抹杀所有的宗教。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很喜欢用宗教的外表来抹杀所有的人的宗教。其实当你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当你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人就会越来越喜欢神，所有一切的偶像的世界就自然就会怎样，就会不见。可是我们很喜欢用宗教的立场说你必须把这个除灭掉。在今天我想跟各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希望各位呢心灵越来越靠近神，偶像的势力就会越来越离开你，所有家庭里面的阿公阿嬷这些亲族朋友他自然就会被拿走。那不要一直强调一定要除去家里的偶像，除去家里的祖先阿公阿嬷的亲族朋友。你如果真的是跟神一直非常的好，你就不在乎这个世界对你的捆绑，对你的压榨对你的欺压。当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唯有耶稣，有没有 Amen？ 所以你一直要，我希望各位得到自由，不要在宗教的法条上来一直在做。很多基督徒呢很喜欢活在宗教的当中，他一直喜欢人家做这个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有没有？我们很多很多喜欢常常强调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都做得很少，你做得很少的时候，其实坦白讲，也就是说你一直在做 外表的东西的时候，内在的生命是跟神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基督徒真的很可怜，那因为我们走在宗教的当中，所以我们心灵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丰盛在你的里头。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们敬拜神不是在撒玛利亚，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心灵里，而是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而不是一直强调这种外在的形式。第二件事，我想教会未来的发展会发展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当你越爱神的时候，你就会为听到神的命令，你就很喜欢听到神的话语，你真的很爱神。很多人说哈利路亚，我发现到很多人很喜欢说什么
哈利路亚。很多人喜欢说什么？哈利路亚。不然就说主耶稣啊，有没有？我们 很多人就忽然之间就叫了主耶稣啊，你会吓了一跳，怎么忽然之间叫了一个主耶稣，或讲一个哈利路亚。很多人说啊，主，很多人都会祷告说，主啊，我把生命都摆在你的面前啊，真的吗？我想这时候都是假的。为什么呢？很多人只是口头，你知道吗？口头的东西呢，是没有关系的。我在帮助很多人，我发现到，夫妇的关系如果没有爱，那个关系是什么？是空的，是形式的，有没有？如果夫妇的关系是很好的，你会发现那两个人彼此是相爱的，而且关系是越来越深的。我们如果跟神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存在的时候，你就会过着一种爱的生活跟圣洁的生活，你就会过着一种爱的生活跟圣洁的生活，你会非常的爱人，而且呢，你会过着越来越听到神的话，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因为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还有一样呢，我也期待着各位呢，要以阿嘎佩的爱来回应神。你还记得彼得有一次在海边，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那彼得回去重操旧业，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他回去重操旧业之后呢，就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出现了，然后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有没有？你知道这个爱是什么爱吗？这个爱是阿嘎佩的爱。”耶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是用一种阿嘎佩，就是属天的爱，在问说：“你爱我吗？”你知道彼得怎么回答？你知道他回答的是什么？我爱你，你知道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是什么？是 phileo， 是什么？是有爱，是有爱。我们常常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有爱，这种有爱是可以断掉的。哎，这种有爱是可以断掉的，你知道。有爱是可以断掉，这个 phileo 这个 agape 的爱是不可能断的，因为天父爱我们就是爱，他爱到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牺牲。这个爱不是一种价值的，不是一种功能的，也不是一种对价关系的，这种爱是白白给予的。我请问各位一下，你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白白的给予爱？会不会？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会不会白白给予什么？给予爱？你会不会？我很爱你。那真的，我愿意把很多的爱都摆在你的面前。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常常是活在这种 phileo， 就是有爱之间，只有对价关系的，不是没有对价关系的。我常问很多的先生说：“你太太爱你吗？”一种加工一不听我听也别冲啊。嗯，对不对？有没有很对价关系？有没有？有没有？那我问各位一下，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他以他的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每次我读到这个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感动，说神的爱是用他的慈生爱所每天牵着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弟兄姊妹在走向2016的时候，应该再一次的反省一下，你跟神之间的爱是不是很深？是不是阿嘎佩？还是永远活在这种 phileo 这种关系的当中？你如果一直活在 phileo 的当中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爱是爱不进去的，那个爱常常会，人间的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进到永恒的世界的里面，也只有一种 agape 的爱才能够进到永恒的世界的里面。还有一样我期待着各位在2016的时候，你真的要多委身在神的面前，多读经，多一些祷告。有一个张牧师，就是上一次从大陆来的张牧师，他跟我说大陆人他们很喜欢上教会，可是就是不喜欢读经。他又告诉我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山东，他们的圣经都是背在脑海里面。他们的圣经都放在哪里？不只是背在脑海里面，他们就把那个棉用布把它写在用布把它写下来，然后藏在棉袄的里面，你知道吗？但是当教会越来越开放的时候，读经的人就会越来越怎样？越少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在这种时代当中，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爱你，到底你怎么爱神？你到底认识神吗？我问一下，你到底认不认识神？
当你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吓得一跳。我真的认识神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忽然之间很觉得很惊讶？我问这句话的时候，就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原来呢，我读经读的太少了，我根本不认识神。我这个传道人做了三十几年，那我看到很多的事情在我的里面，我不断在想很多的事情。我到底认识神多少？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可是到底我真的认识神吗？今天晚上试乘了，不晓得大概骑摩托被撞了还是骑摩托撞人，我也搞不清楚。他是被撞还是撞人，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他，然后呢，他就开始那里写了，他要去什么医院呐、啊？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开始为他祷告啦，希望他能够得到一路平安呐、啊，你知道吗？哈，他来的时候，我肚子很饿，晚上没有吃饭，然后我饿，我刚刚在吃一个面包。他会转头一看见他，因为他要走向三楼，我那个三楼的房间是没有关的。然后他走上来的时候，那北，我看到有够可怜的，你知道吗？我就叫他进来，说：“师兄，你进来一下，我牧师为你祷告，我改恭敬，我比你爸爸厉害。你爸爸的从哪里咁怎样？他爸爸是滚刀师傅，他爸爸牧师兼什么，很厉害的滚刀师傅。”而且呢，专门在做整脊，你知道吗？真的太厉害的整脊师傅，真的我很少看到那么厉害的。我看到那个挖工底下手中，安尼磨的，安尼有厉害不？伊讲很平，你敢用看嘛？一直提我看那磨嘛无声。伊讲你是无，他一直他爸爸常跟我讲说，你就是没有神的能力才没有发生。我真的很惊讶，他有这种神的能力，哇这样。但是呢，我发现今天晚上我就跟世尊说，我比你爸厉害，我为你祷告，你爸要整脊，我要为你祷告。祷告以后，我发现到他本来不能弹琴的，走路也很多的阻碍。祷告以后，我发现他好了。但是我问一个问题，他好了，我问一个问题，神啊，我到底认识你多少？弟兄姊妹，我问各位一下，你有没有做父亲的，有没有很努力赚钱？请问你家爸爸。做打拼赚钱的像要求，来啊！无打拼赚钱的像要求，爹妈妈，我感觉你做打拼的人，伫家庭做打拼的像你要求，我看卖嘛无，哦，干剩一个尔。即妈妈吼，顿个拢爱悔改，你爸爸顿个拢爱悔改，然后呢，个问题是安尼，就是说，当你很打拼的时候，你的儿子知道你打拼什么吗？你的女儿知道你打拼什么吗？你的家庭的知道你在怕怕什么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你会发现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很多父母都为了孩子，可是孩子到底多少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多少？同样一个道理，你到底认识神多少？你如果没有读经，你如果没有不断的经历神，你到底知道神是谁？所以我期待着明年呢，在2016年，我们要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走在心灵的里头，不是走在一个形式的里头，是走在爱的关系的当中。这种爱的关系是个阿卡佩的关系，不是一个只有 filial 的关系，也不是只有父母对儿子的爱这种关系。而我也希望这各位呢，一定要更多的认识神。当你更多的认识神，你知道他是爱，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你就会把他活得很好，你会活得很自由。就这么过。一直看到很多人就活得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会让你窒息，真的会让你窒息，你知道吗？昨天有一个晚上，我在跟一个人做敞开，他昨天来了，就拿了一大堆宣传单来，他说林牧师，我跟你说，今年你如果不选宋楚瑜，台湾没有机会。我要不要跟亚叔，他就跟他说宋楚瑜，我要不要跟他说，我让他讲一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为他祷告，说主啊，这个弟兄是宋楚瑜最好的助手，你就帮助他强有力。他从来没有讲过阿们，昨天就讲阿们，你知道吗？然后我问他说：“宋楚瑜会不会当选？”他说：“绝对当选的。”那无所谓。那为什么呢？他说：“牧师应该选好。”我说：“牧师超越的党派，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他说：“牧师，按我讲一点钟够好。”我说：“有好，至少让我知道你对宋楚瑜非常的热心。”你真的是宋楚瑜的好朋友啊！我就问他说：“他认识你吗？”他说：“不认识。”哇！我说：“耶稣就是认识你，你知道吗？
耶稣就是认识你。如果把这种热情来传耶稣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怎样，就改变了。而且我昨天开始在想说啊，明年的教会不要只是满足在今年我们洗礼的100多人，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多认识神，跟神的关系建造好之后，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不是以吸100个人为满足，我们不是以500个人为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教会有多少门徒，这是我们的满足。你认为你是门徒的，请举手看看。自己我还是需要自由一下，我会被你们捆绑。真的，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其实每个门徒走进耶稣的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这些门徒们不是很顺服的，但是耶稣对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以爱来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耶稣一直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知道吗？如果我的师母在跟我讲说你爱我吗？爱我，爱我，讲三次，我让他给捆。对不对？但是呢，我为什么会跟他讲说你爱我吗？问了三次，你看看他最后耶稣跟他讲一句话很重要，重新回头到以前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你知道吗？跟随我，跟随我，跟随的耶稣，为耶稣而死。当彼得看到约翰站在旁边的时候，就问他说：“这个人将来要如何？他将来要如何是他跟我的事，不是跟你的事。”所以呢，我期待着你来到教会，不要在乎别人跟神的关系，在乎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在乎你跟神之间的什么一个好的关系。教会就是这样，你太在乎别人跟你的关系，你会被这些捆绑而死，你知道吗？哈，你应该在乎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是否从神得到恩典，得到爱，得到祝福。我期待着未来的一年，你当一个门徒，好好的跟随耶稣。 Amen。 也期待着未来的一年我们的门徒会增加，期待未来的一年你更认识神，关系会越来越好，走向心灵，不要走向什么形式跟宗教。你看到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个偶像，你也不要讲说你们家的偶像为什么还没有除魅，你知道吗？人家每个家都有他的困难，你知道吗？你只要祷告就好了，不要太立法。你不要看到一个基督徒就问他说你奉献了没有。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然后一个牧师一个师母，那看见很多人走进来，那是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那个师母就问一个弟兄说，哎，你十分之一还没有奉献哦。我发现牧师你很厉害，那很厉害。我希望那你要不是在宗教里，在不是在形式里，是在哪里？心灵里，你就会得到很大的自由。当你的心灵很自由的时候，那个神的丰盛就会充满你。我再说一次，当你心灵越自由，你会越爱神，神的丰盛就会满满在你的里面。愿我们走向一个丰盛的道路。那最后一样，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我们大概过完这个年，我们的文创就要开始动工，我们在400天之内要完成这个工作，这是又大又难的事。很多人说啊，一直有一个，包括我都有一个问题，神怎么把这种又大又难的事交给我们？不是啊，两年两个月是700多天，我们是要用400天就完成这个工作，这是又大又难的事。那我们只有期待神啊，在他适当的时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工作，美好的挑战，这是祝福啊！我相信这是祝福。我在提醒啊，这个文创这个祝福，我看到这么多人奉献这么多钱，我发现这些人呢都是
因着神的祝福，因着爱神。那这个礼拜我一直收到很多信息，到年底了，大家都一直把钱汇进来，汇到呢那个收账的都一直跟我说，牧师，哎，各几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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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哈，你看看，我看到台湾的教会最爱神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教会，真的，我发现你们都太爱神。每次我看到你们每一分每一个钱的奉献的时候，我都真的非常的感动。一个教会要盖一个教会，2000万都要到外面募捐，你知道吗？我发现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奉献，不是那种10万、20万，都算百万这样在奉献。啊，钱从哪里来？这是神的恩典。我期望着这个教会是走在丰富恩典的里面，让我们领受更多。2016我们会更好，更荣耀，然后更有力量，啊，更有信心，然后买的衣服会更少。因为我们全身都充满神的活力，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得很好，活得很荣耀。让我们在2016真的跟你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们是走在心灵的里头，不是走在宗教的形式的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建造我们是一个爱的团体，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然后更为你传福音，愿你的福音广传在台南市，愿你大大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神啊，祝福我们，宣告2016是一个祝福的一年，是一个丰盛的一年，啊，是一个传福音的一年，也是一个大大从神领受启示的一年。神带领我们向前走，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吧，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继续来敬拜耶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那无条件的爱，那阿嘎佩的爱，毫无保留。让我们单单的来敬拜神，单单用我们全心，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的一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必是一条蒙福的道路。那我们今天晚上更多的来敬拜耶稣，将你的感谢带到神的面前，把你的敬拜带到神的面前，用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启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敬拜，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启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从头对他来唱，我敬拜你耶稣，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激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对他来唱，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标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主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标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标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标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只是你路，只是你路标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耶稣，我继续来敬拜你，主我全心跟随你，主你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爱降临而得到满足，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的爱要充满这地，你的爱临到这地，让我更多的来敬拜你，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我知道你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当我继续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耶稣我们敬拜你，用着那么敞开心门来敬拜耶稣，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是我生命，主是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
你的爱降临，洗全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期待家前献上我救主。将生命惊醒，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远的同在里。从头来唱，主你是光明，一起来唱。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牵引你怜悯，生命你指引，主赐给我全新的生命，主是我生命，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主啊，你的爱，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惊醒，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啊，你的爱要降临，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惊醒，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啊，你的爱，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惊醒，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我救主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
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好吧，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最大的掌声归给那荣耀的神，归给那荣耀的神，更多的掌声来归给神。神的爱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今天晚上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在我们的神。明年开始有新息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新酒新油要不断的浇灌下来。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2016，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耶稣，一起来。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神，一起来，我感觉。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圣灵圣灵正在运行，代价已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紧紧把手拣选荣耀子民。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摆开，来欢呼赞美他神的奇妙手，耶！心就交换感伤心，谢。起来，我感觉主，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圣灵正在运行，代价已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紧紧把手拣选荣耀子民。今天是主。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乐充满我心，有留下在主的恩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新酒浇灌下来，新酒浇灌在掌心，全恩膏说不尽的心乐充满我。继续来，心
宣扬主，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再说，来宣扬主，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好吧，弟兄姐妹，让我拍手来赞美耶稣。在迎接2016的同时，都预备好我们的心，将最大的掌声、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神，赞美耶稣。更大的掌声归给神，更大的荣耀归给耶稣。让我们在2016来，预备好了没？准备，10 9 8 7 6 5 4 3 2 1。新年快乐！那我们可以跟你的左右移动我们的脚步，好不好？跟至少20个人跟他说新年快乐，主耶稣要祝福你们。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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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主耶稣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继续的来敬拜耶稣。好，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拍手。在2016年开始，我们要用我们热情，将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智慧献给我们主耶稣。大家一起来救恩领导。救恩领导我生命，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赞美主生命，追呼全被洗洁净，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敬拜主生命，在我里面，在我里面。不停涌出来，不停涌出来，在我里面，爱的热情不停涌出来。预备好了吗？不停涌出来。所有法律全被取代，一起来，啊！我要你跳舞，一切渴望就能满足。举拍手，就恩领导我生命，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赞美主生命，罪恶全被洗洁净，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敬拜主生命，在我里面，爱不绝缘，不停涌出来。不停涌出来，在我里面。
一切渴望主能满足。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在2016年的第一个晚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那创造的主，在我们送走了2015，迎接2016，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就求你赐下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在2016可以更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在2016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就降临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带领着我们。哈利路亚。父神创造地主，显明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地同心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你能力彰显，求主释放你的恩膏，后生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同观万有的主，这世界人要看见你的应许完全彰显，教会要全然得胜，求你怜悯触摸我们，使我们靠你刚强，
过我们一切软弱，使我们奋勇征战。愿你荣耀降临，愿你荣耀降临之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成全，让全地看见，神来自地荣耀。愿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愿你荣耀充满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充满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充满此地。主，我们愿你的荣耀降临，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主耶稣，这是我们的呼求。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更大声的呼求，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他们从我们中间，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愿你荣耀，愿你荣耀充满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里面，愿你荣耀。
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弟兄姐妹，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自由的敬拜，让我们在二零一六年的第一个敬拜完完全全的献纲献上给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创造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那尊贵荣耀颂赞，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刚强壮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必要应许我们所有的呼求。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意象，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站在二零一六的这个起点，主，我们的心仍然还在二零一五的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二零一五我们回顾的时候，充满了感谢的心。主啊，这么多的事件，无论是鼎新、复兴航空的坠机，台南市议会的贿选，捷运的杀人，慈济撤回内湖的开发，台中捷运钢梁的坠落，巨蛋的事件，八仙乐园的事件，登革热啊，很多的死伤。主啊，我们仍然站在这里。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主，我们虽然有这些困苦、这些患难，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地，要为这地而这样来奔跑，为这地来做救赎的工作。主啊，我们并不怕困这些困难。主啊，因为有你的缘故，主，我们感谢你，有你，因为有你，我们内在的世界，我们的内心更茁壮。哈利路亚，主，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起点的时候，主，我们不只是一个敬拜的赞美，主，我们更加要献上感谢再感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赎回的。主啊，我们真珍惜这些光阴，主，我们爱惜我们的光阴，主，我们爱惜光阴就是爱你。主啊，今天在这个点，当我们呢在倒数的时候，主啊，我们相对的，我们也为着我们那一日你要护照我们，你的号角响起，在最后啊，天门要关闭的时候，我们要说我在这里，你来呼叫我们，我们在天上是有份的，而我们要记在你的生命册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感谢你，感谢有你。主啊，我们也求你那带领我们，用你的圣灵，你自己的圣洁，你的真光照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为很多的事件，我们来悔改，我们来认罪代求。因为这些事件过去了，不表示就完全就终了了。主啊，我们来是要用着基督徒的心，我们来为这些死伤，为了这些的困难，为了我们的同胞，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开口，我们为求神来安置，来安顿，也这样让所有相关的事情全然能够在神的安定里面得着他全然的这样的一个稳妥，得着完全的平安。因为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做你的儿女，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属乎你，我们有这个权柄，要为这个全地而这样求神你自己来洁净，我们来开口为我们整个台湾，为我们的空气，属灵空气，为着我们的整个的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带来的这些的影响，我们来开口，我们来悔改，我们也来求神全然的带下平安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拉巴巴巴，耶拉拉巴呼，耶拉拉拉。是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政府。主啊，赦免我们的政府。主啊，我们的能力不够。主啊，我们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团结力不够。主啊，我们在公权力上面是不够。主啊，我们的管理是不够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足的。主啊，也求你赦免。主啊，宗教会啊这样的带导是不足的。主啊，我们呢这样的呼求。我们呢这样的全然谦卑。在你面前，主啊，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一个权柄，神啊，你的儿女，在什么时候有需要，什么时候就有你的儿女，有你的教会，要站在那个地方。主啊，我们是尽了力，但是我们仍然不足。主啊，我们仍然看着你，真的是要需要得到救赎。主啊，求你的安慰，亲自安慰鼓励，给我们一个战胜的力量。主啊，叫我们在台湾，无论天上的、地上、地底下的，所有的冤枉的，主啊，愿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主啊，你要让全然带下你自己的圣洁，带下你自己的平安，主啊，你亲自来安慰，亲自来鼓励，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智慧、能力、谋略、知识，敬畏耶和华的你，主啊，让我们在台湾，无论是政府，无论是百姓，都慢的，你要的爱台湾这块土地，爱台湾，在为台湾，付出自己，付出团结力量，付出让整个，这样的一个公权力能力，照管带导的一个能力，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求你这样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整个教会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全年的读经，我们读到诗篇150篇，我们说诗篇说要这样来赞美他的名，要用全心来赞美他。诗篇150篇最后的地方也说，我们要用这样全心这样来赞美他，这样子来结束。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的一节说主必再来，主必来这样来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恢复者，他也是重建者，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里头释放出一种喜乐来，这种喜乐是酝酿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看见神做奇妙的大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神也应许我们要做他这样很奇妙这样的极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他真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祷告，让我们的主
在2016年的时候，带领我们做更大更大的，被他来使用，做他的美好的器皿。所以我们为自己，也为整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能够来传扬他，能够啊，这样把一个在地面上一个真正的幸福带领啊，这样啊释放给啊这样需要的百姓来祷告。我们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哦，谢了，爸爸，爸爸，爸爸。哦，是的，主啊，高牧我们，哦，主啊，高牧我们每一位，哦，主啊，让我们能够释放出里面认识你而有的喜乐，认识你而有的平安，哦，主啊，让我们能够完成把我内心里面，那个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涌流的活水，哦，这样可以释放出来，哦，主啊，主啊，我们在地面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你的器皿，哦，主啊，求你今天就恩膏你的儿女，哦，让你的儿女啊就在为你啊再来使用。哦，让我们护着爱心光影，我们还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哦，满满的被你来使用。哦，主啊，看着你的儿女，哦，主啊，让你的儿女没有闲站在那里，哦，主啊，使用你的儿女，使用你的百姓，使用你的教会。哈利路亚，大发大发大发你的教会，大发你的工人。哦，主啊，我们都是你啊，这样啊，这样合场里面的工人。哦，因为时间已到了。神啊，要我们出去收割，要收获，要收获五谷到永生。哈利路亚，愿你来做成奇妙的事。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期待你。2016年就是一个满了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要来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圣洁我们的家，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人的这些朋友，我们所爱的人，他们的家，不只是属灵的家，还有这些外邦人的家，特别为我们台湾有很多家庭是破碎的，我们台湾是在亚洲里面的那个离婚率是最高的，特别在台南是全台湾第一名的离婚率，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洗刷这样的一个一个难堪的事啊。除了登革热之外啊，求主也帮助我们台南市，让我们真的在家庭上面来建造。我们感觉到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责任的，我们教会那个爱的一个建造属灵的家，爱的建造自己的家，帮助别人啊来建造这样的家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为众家庭来祷告，也为这样神这样给家庭里面有能力、有保护、有圣洁、有彼此帮助的能力来祝福。我们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哦，是的，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奉你名的名这样来祝福这样的家庭的建立。哦，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每个家庭这样这样能够在你的真理上面来这样奠立基础。哦，让每个家庭这样因着有你自己的根基作为家庭的根基。哦，让家庭里面这样无论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哦，都有他这样该行的这样的一个本分。哦，这样让每一个做丈夫的得着这样一个做头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哦，这样得着作为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爱护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哦，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里面的作为妻子的。
的，要顺服丈夫，哦，要站来啊啊来啊在啊站啊基督里面，哦，这样子来一起来啊帮助，来互相啊上来帮啊祝福，来帮助，来相爱，哦，来建立啊自己的家庭，哦，主啊求你啊上来做我们教会里面的家庭，哦，让教会里面，哦，这样啊他特别啊这些已经失亲的，哦，或许啊失去了很多亲人的家庭，哦，让这些家庭都能够满满的被神，哦，你自己来坚固，哈利路亚，哦，主啊，啊，唯有啊主耶稣你自己成为他们的阿爸父，哦，成为他们的破碎的家庭里面的拯救的时候，哦，这些家就可以得到重建，哦，这些家就得到温暖，就得到一个新的力量，哦，主啊，你啊这样来帮助我们，哦，让他们成为啊这样那些啊这样需要的软弱的，哦，弱势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支撑的能力，哦，主啊，让我们的爱能够触及这些啊黑暗的角落，哦，这些失散的角落，哦，主啊，让啊这个时代里面，哦，家庭啊成为一个建基最基础的一个啊社团，哦，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团体，哦，主啊，你恩待你祝福，哦，主啊，帮我们挽回，哦，再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和信心，哦，主啊，特别啊的高摩，哦，让我们台南市哦成为一个啊这样最美好的，哦，这样啊最啊这样啊蒙你祝福的平安的这样的家庭的城市，哦，主啊，你大大的祝福，让我们台湾也恢复到起初的那样的一个安和乐利，那个家人人有一个家，人人的家，哦，这是享受主耶稣你成为这个家一家之主，哦，这样的一个建造，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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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膏我们的教会以及众教会，特别要叫天国的文化，国度的形象都能够彰显在教会，让教会里面，凡是来到教会的，病痛可以得释放，被罪所捆绑的可以得自由，在教会里面啊，这样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来到教会的人啊，都会啊经历到耶稣的爱。奇特的啊，这样的一个彰显，使得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以及所有啊在啊台湾里面的众教会来祷告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卡拉巴巴巴，夏卡拉巴巴巴，哦，卡拉巴巴，哦，亚拉巴巴，哦。是的，主啊，求你来恩膏你的教会，恩膏天条教会。哦，主啊，他们在你啊上啊所命定给我们的，哦，在你的城市里面，哦，主啊，我们要彰显呢天国的文化。哦，主啊，我们要让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的领导，哦，你自己的权柄，你的大能，你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大能，能够领导哦这个社区，领导这个台南市。哦，主啊，我们将台南市也交给你的恩手。哦。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啊，最后我们要为台南市，为我们台湾，为我们整个2016，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啊带着
这样的一个盼望。主啊，我们在2016，我们要充满信心的这样来仰望你，等候你。主啊，我们等候你带领我们有一个突破，而且再突破，带领我们领受一个恩膏，而且是一个充满神你自己这样高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恩膏。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将2016交在你的恩手。主，我们等候你，如守夜的等候神你自己的曙光那样子。我们等候你，用等候的心。主啊，等候你的人永不羞愧。主啊，你定然要来赐福给我们。谢谢你，你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主啊，让你的儿女都像棕树那样有用处，让你的儿女言语甜美，让你的儿女都能够树荫可遮蔽人，可以安慰造就人，让你的儿女都有活泼的气息，而且多结果子。主啊，让你的儿女发旺突破，老了也满了知意，能够满了这样的祝福。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请坐。我们最后要来做奉献。主，显明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里同心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你能力彰显，求主释放你的恩膏，后生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祂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荣耀，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祂从弟兄姐妹，让我们站起来唱。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祂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我们同心，我们同心寻求你面。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赞美你，这是我们2016年第一个的奉献，我们奉献我们的热情，
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时间。主，我们将我们生命都献给你，愿你悦纳我们，也愿你来纪念，来使用所有的这些的金钱在神你的国里面。也祝福奉献的人，让你自己的恩典加倍在所奉献的人跟他的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有没有要报告的呢？没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的祷告会就到这里来结束。我们要喊七声的哈利路亚，预备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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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我们最后请林牧师来给我们做祝福的祷告。天父，求你带领我们用信心跟爱走向美好的2016，让2016是一个充满恩膏的一年，要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心灵跟神之间非常美好的关系，也帮助我们走出的形式，走出的宗教，真正的走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啊，求你来引导我们向前走，让我们真的走进你的真爱的当中，也走进你的神迹奇事的里面。愿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常常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晚上的祷告会就在这个时候。